今年農曆新年年宵市場不設乾貨和快餐攤檔，下個星期二公開競投。年宵市場在2021年2月6日至12日一連7日舉行，只是會有濕貨攤位。食環署解釋，除低口罩進食會增加病毒傳播的風險，因此不設快餐攤位。另外，為了舒緩人多擠迫，年宵市場只是提供面積比較大的濕貨攤位，集中賣年花。廚房說，為了支援中小企，明年年宵市場攤位競投底價會凍結在2019年競投底價的一半，由320元至5440元。今年年宵已經不設乾貨攤檔，但仍然有快餐攤位。